立委的候选人，咱伫个北投区杨烈、姚文智、简于燕、李建昌、严胜冠、赵世强、阮昭雄，以上几位是我们在台北市各个选区我们的提名人，请大家用最大的力量，让我们光复台北。来介绍咱立院党团，咱的立委，咱的田秋瑾田立委，咱的林淑芬林立委，郭建铭郭立委，洪金珠洪立委，高志鹏高立委，涂省哲涂立委，柯点财柯立委，郭明行郭立委，陈立莹陈立委，陈明文陈立委，还有咱的蔡黄郎蔡立委，薛林薛立委，全给他最大的温暖，最大的支持。我要说国传，大家发动算。大家再来，好三个转温暖，好三个转信心，三个转，动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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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连任伯祥，欢迎三个转伯祥贺寿。今日的主持人。咱的嘉青市议员甲翁局长，咱台顶有咱立法院，咱的郭宗蕉甲所有咱的立法委员，包括咱过去足多咱的学者专家，做伙来甲民进党斗三工，咱遮的啊前辈，各位，咱大台北地区咱的乡亲长辈。女士、小姐、少年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日的播是咱蔡英文甲嘉全竞选总部，咱的全国总部成立的一个演讲会。咱来看对遮，看去到后壁，会使讲一两百公尺两边。拢是咱的乡亲长辈，嘉全伫遮特别要感谢大家对咱民进党、对咱蔡英文、对嘉全的支持，予阮遮大的温暖，感谢恁，非常的感谢。过去嘉全担任过国代代表，大家毋知还会记哩个袂？迄阵还佫戒严。所有规程的国代，拄啊十一个民进党的国代，加全三十岁，伫遐开六道会，去哦，咱的宪兵扛出去五道，咱伫遐无妥协，改车名，为着国会全面改选，为着老蔡落台，为着台湾的民主化，咱改伫遐抗争。就是为着咱台湾啦，大家讲对唔对？做两任的立法委员，加全伫立法院，加咱足多咱的立法委员，伫遐争取牢笼津贴，伫遐伫打破过去国民党因宦官的无公平，咱无妥协，来伫关涉咱的弱势者。做两任的县长。家全拢是上官票来中选，我一个人立法委员的票会当两个立法委员中选的票，做两任立法委员接任两任的县长，家全是屏东县二十几年来第一个连任的屏东县长，每一年我的民调拢伫头前几名，我从屏东。乌道的故乡变成乌土路、乌珍珠的故乡。咱屏东县过去国民党伫执政，大家讲屏东徛尾毛衰，但是经由柯连辉、经由苏贞昌、经由嘉全，即马接好咱的赵启宏县长，屏东正做好酒沉红地。屏东人，大家予嘉全连任两任的县长。国民党，我伫连任县长，推袂啥人来甲我选，所以伫屏东，屏东的乡亲支持嘉全，因感觉嘉全伫屏东伫做，
予屏東無論觀光、無論農業、無論咱的地方科技的發展，無論咱的高速公路的開闢，攏為地方做了足濟代誌。了後，加轉來做內政部長。迄陣上歹張時民，就是加轉做內政部長抓到的啦。咱即摆一兩五的詐騙，馬英九常踮遐咧臭蛋，講伊就任詐騙降價足多。迄陣也毋是加轉伫內政部，將咱一兩五詐騙的專線來設立，我想無這個成果。我去農委會推撒飄鳥計劃，要安怎讓咱的農民生產的物件得到照顧？無像國民黨，敢若一項金蕉。两三个月无摘掉，将今朝的介绍家己握悬。即马咱的梨啊，台中的梨啊，即马介绍剩一粒两块，加全按算拜二要来台中的火车站，要来退咱的梨啊农来推销咱的梨啊。到时大家来甲咱台中咱的梨啊捧场一下。但咱这个所在来甲伊点讲，安尼好阿无？这三年外来，加全伫中央党部辅导蔡英文主席，咱将民进党伫拍伫涂骹，会当重新爬起。蔡英文主席来领导民进党，会当伫两年前三合一县市长的选举，甲国民党有车拼。在去年，蔡主席又过叫加全去大台中选市长，大家讲加全差一丝仔就中选，但是咱无怨叹，继续打拼。今日伫咱新北市来成立建山总部，表示咱蔡英文主席足重视伊的新故乡，咱的新北市，大家讲对唔对？所以蔡英文主席，伊要倒来咱的新北市，加全对明仔载开始，嘛要倒来咱的台中市，要来甲咱大台中的乡亲讲，是毋是会当予民进党执政，来改变台湾，改变咱百姓的生活，安尼好阿无？安尼好阿无？咱新北市，咱用上悬的选票。来支持蔡英文，让伊会当做咱的总统，领导咱迈向一个新的未来。安尼好阿无？安尼好阿无？大家有信心有无？大家有信心有无？来，让蔡英文、苏嘉全来做咱的总统、副总统，为大家来打拼。安尼好阿无？安尼好阿无？当然，除了总统以外。咱台顶足多，咱的立委的候选人，咱国会嘛一定爱过半。咱不但国会甲过半，咱部分区的拜托大家嘛爱投予咱的民进党，安尼好阿无？台湾的前途对今日下晡这个建山总部成立，就要开始向前迈进。大家有信心有无？大家有信心无？大家牵手来打拼，好阿无？咱对这个所在开始招聘全台湾，咱每年正月十四，就是咱台湾胜利的时阵，安尼好阿无？安尼好阿无？感谢大家，多谢多谢大家，非常非常的感谢，多谢大家。各位乡亲士大。这个时阵，咱的副总统就要来上台，要来下台来迎接咱的总统。